大家好，欢迎参加 HSK 三级考试。大家好，欢迎参加 HSK 三级考试。大家好，欢迎参加 HSK 三级考试。HSK 三级听力考试分四部分，共四十题，请大家注意。听力考试现在开始。 第一部分，一共十个题，每题听两次。例如：喂，请问张经理在吗？他正在开会，您半个小时以后再打好吗？喂，请问张经理在吗？他正在开会，您半个小时以后再打。 好吗？现在开始第一到五题。一，我先把盘子洗了，再换条裙子就能走。你去换衣服吧，盘子我来洗。一，我先把盘子洗了。 再换条裙子就能走。你去换衣服吧，盘子我来洗。二，你这里写错了，应该是三角五分。哪儿？让我看看。二，你这里写错了。 应该是三角五分，哪儿？让我看看。三。都站了一个小时了，怎么还没到我们？这家店一到过节就这样。你在这儿等着，我去前面问问。三。 都站了一个小时了，怎么还没到我们？这家店一到过节就这样。你在这儿等着，我去前面问问。四，<4, S 2> 你能放上去吗？要不要我来放？不用，你帮我把桌子上的那几本词典也拿过来。 四，4, 你能放上去吗？要不要我来放？不用，你帮我把桌子上的那几本词典也拿过来。五，<5, S 1> 哥，你怎么又回来了？上了出租车才想起来没带护照。 五哥，你怎么又回来了？上了出租车才想起来没带护照。现在开始第六道十题。六，别喝那么快，慢点儿。太渴了。 今天跟班里同学打了一下午球。六，别喝那么快，慢点儿。太渴了。今天跟班里同学打了一下午球。七，看见我的帽子了吗？怎么找不到了？ 是不是被笑笑拿走了？他刚才出去了。七，看见我的帽子了吗？怎么找不到了？是不是被笑笑拿走了？他刚才出去了。八，看了一天书。 眼睛有点累，你可以多看看外面绿色的树，这样对眼睛好。八，看了一天书，眼睛有点累，你可以多看看外面绿色的树，这样对眼睛好。九，你好。 我姓高，叫高小月，今天第一天来公司上班。你好，我叫李亮，欢迎你。九。你好，我姓高，叫高小月，今天第一天来公司上班。你好，我叫李亮，欢迎你。 十，这只小狗真可爱，是你的吗？对，是我叔叔送给我的。十，这只小狗真可爱，是你的吗？对，是我叔叔送给我的。第二部分，一共十个题。 每题听两次。例如，为了让自己更健康，他每天都花一个小时去锻炼身体。他希望自己很健康。为了让自己更健康，他每天都花一个小时去锻炼身体。 他希望自己很健康。今天我想早点回家，看了看手表，才五点。过了一会儿再看表，还是五点。我这才发现，我的手表不走了。那块手表不是他的。 今天我想早点回家，看了看手表，才五点。过了一会儿再看表，还是五点。我这才发现，我的手表不走了。那块手表不是他的。现在开始第十一题。 十一，聪明的人每一个机会都不会错过，因为他们懂得，很多时候机会只有一次。聪明人知道机会不常有。十一，聪明的人每一个机会都不会错过，因为他们懂得，很多时候机会只有一次。 聪明人知道机会不常有。十二，我们这儿秋天很短，夏天过完很快就到冬天了。相信住的时间长了，你就习惯了。那儿秋天很短。 十二，我们这儿秋天很短，夏天过完很快就到冬天了。相信住的时间长了，你就习惯了。那儿秋天很短。十三，不用着急。 从公司到火车站坐地铁只要四十分钟，我们不会晚的。他害怕会迟到。十三，不用着急。从公司到火车站坐地铁只要四十分钟，我们不会晚的。他害怕会迟到。 十四，14, 你检查一下名单有没有错，如果有问题就用笔画出来，一会儿给我。名单不用检查了。十四，你检查一下名单有没有错，如果有问题就用笔画出来，一会儿给我。名单不用检查了。 十五，对不起，先生，您刚才点的这个菜已经卖完了。我们这儿其他的菜也都很不错，您看是不是换一个？他希望那位先生换个菜。十五，对不起，先生，您刚才点的这个菜已经卖完了。 我们这儿其他的菜也都很不错，您看是不是换一个？他希望那位先生换个菜。十六，奶奶年轻时是他们学校里有名的音乐老师，歌唱的特别好听。 对人也非常热情，大家都很喜欢他。奶奶年轻时是历史老师。十六，奶奶年轻时是他们学校里有名的音乐老师，歌唱得特别好听，对人也非常热情，大家都很喜欢他。 奶奶年轻时是历史老师。学期这个季节的西瓜不怎么好吃了，一点都不甜，以后还是买苹果吧。现在西瓜很好吃。学期 这个季节的西瓜不怎么好吃了，一点都不甜。以后还是买苹果吧。现在西瓜很好吃。好吃十八。这是今年最新的手机，虽然六千元有点贵。 但您要求的那些，他都能做到。我给您简单介绍一下，那个手机卖一万元，十八。这是今年最新的手机，虽然六千元有点贵，但您要求的那些他都能做到。我给您简单介绍一下，那个手机卖一万元。 十九，小黄，你帮我看一下笔记本电脑吧。昨天我上网聊天和玩游戏时还有声音，今天突然就没了，不知道是怎么回事。他的电脑出了点问题。十九，小黄。 你帮我看一下笔记本电脑吧。昨天我上网聊天儿和玩游戏时还有声音，今天突然就没了，不知道是怎么回事。他的电脑出了点问题。二十。 我的爱好是看书，没事的时候找一个安静的地方，静静地读一本好书，是我最大的快乐。他喜欢读书。二十。我的爱好是看书，没事的时候找一个安静的地方，静静地读一本好书，是我最大的快乐。 他喜欢读书。第三部分，一共十个题，每题听两次。例如，小王，帮我开一下门好吗？谢谢。没问题。您去超市了，买了这么多东西。 男的想让小王做什么？小王，帮我开一下门好吗？谢谢。没问题。您去超市了，买了这么多东西。男的想让小王做什么？ 现在开始第二十一题。二十一，刚才电梯里那个瘦瘦的女孩，你认识？对，是我以前的同事，听说他现在都是经理了。男的在电梯里遇到了谁？二十一。 刚才电梯里那个瘦瘦的女孩，你认识？对，是我以前的同事。听说她现在都是经理了。男的在电梯里遇到了谁？二十二。 妈，妹妹怎么又哭了？应该是饿了，你帮我把奶瓶拿过来。妹妹怎么了？二十二。妈，妹妹怎么又哭了？应该是饿了，你帮我把奶瓶拿过来。妹妹怎么了？ 二十三，黄后面是什么字？我有点看不清。是“盒子，你离黑板这么近，还看不清吗？关于女的，可以知道什么？二十三，黄后面是什么字？我有点看不清。是“盒子，你离黑板这么近。 还看不清吗？关于女的，可以知道什么？二十四。王阿姨，您这辆车买了多久了？快两年了，去年春天买的。 王阿姨的车是哪年买的？二十四。王阿姨，您这辆车买了多久了？快两年了，去年春天买的。王阿姨的车是哪年买的？ 二十五，四零五房间的客人刚才打电话说洗手间的灯坏了，你去看一下。好，我这就过去。他们最可能在哪儿？二十五，四零五房间的客人刚才打电话说洗手间的灯坏了，你去看一下。好，我这就过去。 他们最可能在哪儿？二十六。你好，我要一杯红茶和一块水果蛋糕带走。好的，一共二十七块。关于男的。 可以知道什么？二十六。你好，我要一杯红茶和一块水果蛋糕带走。好的，一共二十七块。关于男的，可以知道什么？ 二十七，27, 最近在忙什么呢？也不见你去打篮球。下周就要考数学了，我一直在复习。男的为什么没去打球？二十七，最近在忙什么呢？也不见你去打篮球。下周就要考数学了，我一直在复习。 男的为什么没去打球？二十八，脚还疼不疼？要不要先坐下来休息一下？没关系，马上就到了，等会儿再休息。 女的是什么意思？二十八，脚还疼不疼？要不要先坐下来休息一下？没关系，马上就到了，等会儿再休息。女的是什么意思？ 二十九，29, 小兰怎么没来上班？她请假了，今天她弟弟结婚。小兰为什么请假？二十九，小兰怎么没来上班？她请假了，今天她弟弟结婚。小兰为什么请假？ 三十，你觉得这次比赛谁会拿年级第一？不知道，这次参赛同学的水平都很高。女的认为参加比赛的同学怎么样？三十，你觉得这次比赛谁会拿年级第一？不知道。 这次参赛同学的水平都很高。女的认为参加比赛的同学怎么样？第四部分，一共十个题，每题听两次。例如。 晚饭做好了，准备吃饭了。等一会儿，比赛还有三分钟就结束了。快点儿吧，一起吃，菜冷了就不好吃了。你先吃，我马上就看完了。男的在做什么？晚饭做好了，准备吃饭了。等一会儿。 比赛还有三分钟就结束了，快点儿吧！一起吃，菜冷了就不好吃了。你先吃，我马上就看完了。男的在做什么？现在开始第三十一题。 三十一，阿姨，我家来客人了，能跟您借几把椅子吗？没问题，你进来拿吧。好的，谢谢您。别客气，你不也经常帮我照顾小猫吗？关于男的，可以知道什么？三十一，阿姨，我家来客人了。 能跟您借几把椅子吗？没问题，你进来拿吧。好的，谢谢您。别客气，你不也经常帮我照顾小猫吗？关于男的，可以知道什么？三十二。 你会骑自行车吗？当然，我以前经常骑车去上课。那你教教我吧，我一直想学。可以呀，你什么时候有时间？明天上午怎么样？女的想学什么？三十二，你会骑自行车吗？当然。 我以前经常骑车去上课，那你教教我吧，我一直想学。可以呀、啊，你什么时候有时间？明天上午怎么样？女的想学什么？ 三十三，怎么了？刚才游泳时耳朵进水了。现在好些了吗？下次小心点儿。没事，别担心。女的怎么了？三十三，怎么了？刚才游泳时耳朵进水了。现在好些了吗？ 下次小心点儿。没事，别担心。女的怎么了？三十四。怎么拿了这么多东西？我们换办公室了，正在搬东西。搬到几楼了？ 需要我帮忙吗？六楼不用了，还有两个箱子就搬完了。关于男的，可以知道什么？三十四，怎么拿了这么多东西？我们换办公室了，正在搬东西。搬到几楼了？需要我帮忙吗？六楼不用了。 还有两个箱子就搬完了。关于男的，可以知道什么？三十五。孩子们都睡觉了吗？还没有，等我讲故事呢。这边的事情一办完。 我就回去。好的，听说北京这两天很冷，你别感冒了。他们最可能是什么关系？三十五。孩子们都睡觉了吗？还没有，等我讲故事呢。这边的事情一办完，我就回去。好的，听说北京这两天很冷，你别感冒了。 他们最可能是什么关系？三十六，我们晚上去唱歌，你和小张也来吧。我先问问他，然后再告诉你。你们打算去哪儿唱？ 就在公司附近，我们八点一刻在公司门口见。好的，我知道了。他们最可能几点见面？三十六。我们晚上去唱歌，你和小张也来吧。我先问问他，然后再告诉你。你们打算去哪儿唱？就在公司附近。 我们八点一刻在公司门口见。好的，我知道了。他们最可能几点见面？三十七。我要去跑步，你去不去？我已经洗过澡了。 不想出去了。好，要带点什么东西吗？你回来时在楼下超市买斤香蕉和两瓶牛奶吧。女的为什么不去跑步？三十七。我要去跑步，你去不去？我已经洗过澡了，不想出去了。好。 要带点儿什么东西吗？你回来时在楼下超市买斤香蕉和两瓶牛奶吧。女的为什么不去跑步？三十八。 你衣服和包上怎么都是水？外面下雨了，你不知道吗？不知道，我今天没出门。你没带伞？没有，刚才还是晴天呢，突然就下起来了。现在天气怎么样？三十八。你衣服和包上怎么都是水？外面下雨了。 你不知道吗？不知道，我今天没出门，你没带伞，没有。刚才还是晴天呢，突然就下起来了。现在天气怎么样？三十九。 小姐，这双皮鞋多少钱？六百八，给您拿双试试。帮我找双四三的。好的，您等一下。他们最可能在哪儿？三十九。小姐，这双皮鞋多少钱？六百八，给您拿双试试。帮我找双四三的。好的。 您等一下，他们最可能在哪儿？四十，你不是要买羊肉吗？为什么买了条鱼回来？去的晚，羊肉都卖完了。 我看这条鱼很新鲜，就买了。是不错。对了，中午吃米饭还是面条？米饭。男的为什么没买羊肉？四十。你不是要买羊肉吗？为什么买了条鱼回来？去的晚，羊肉都卖完了。 我看这条鱼很新鲜，就买了。是不错。对了，中午吃米饭还是面条？米饭。男的为什么没买羊肉？听力考试现在结束。